我们现在等那个明知号，表定三八点三十五分到八点三十七分走，现在已经晚了，晚了预计三分钟，那影响到3053的原定的这个区间快车时间，3053目前要晚七分才能走。那今天是2022年的1月14号，啊，或许在50年后，当这个明知号变旧之后，它会变成一个怀旧专辑啊。6099是明日号专列，让他停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开了。好，6099收到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第一柜台将有车要进站，并且唔通挖地柜台边，以免发生故障。6099，你们有交接乘务员吗？我这边是没有，站长这边大概有没有？3162竹田开口来谢。6099，因为他后面影响到3053了，所以赶快走。看一下尾牌，正常。通常是会让他停一下，因为他 ATP 有做设定，不是这台，不是这台，明治号包车哈，对，包车的。我确认一下，有没有换车长？没有。我来。戴口罩，我等我来。